员着急从摩铁跑出，因为里面方才传出一声枪响，一名投诉男子头部中弹死亡。警方在另一间摩铁找到嫌疑人陈万庭，他跟死者有什么关系？枪是不是他开的呢？疑点重重。好。检警侦办发现，陈万庭和死者是情侣，还因不满死者要分手，竟在饮料加入安非他命，等到死者喝下昏迷后再开枪杀害他，一举戳破他说的两人到摩铁谈生意用毒品，结果死者却在他熟睡时开枪自杀，他看到现场吓傻逃走的说法。检方查明后，将他依杀人罪起诉，并请求法院从重量刑。